好，怎么跳下去了？还要再前进哦。吴心一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停止！啊！好，你看这边，手一只手抓就好，不要压前面哦。都这样压，等一下又整个又倒下来了。压哪里？对，你手这样扶着就好，不要压。对。叮叮叮，叮叮叮叮。要不要压下面？哦，好。压下面会不会就这样撞到头啊？这是什么车啊？好了，我们上去吧。等一下，那个老板说：“啊，我的车子怎么变这样子呀？”好了，下来。怎么我的车子变成你在玩呀？你是哪里来的小孩？为什么在玩我的车啊？真的是很奇怪你。